老婆李贝结婚多年，近他在 IG 晒出外出游玩时偷拍老婆在游泳池中的模样。只见照片中的李贝站在游泳池中的一个粉红色泳圈内，扎起利落的丸子头发型，身穿半截式的黑色泳衣和黑白格纹的泳裤，露出身上大片雪白迷人的肌肤，性感爆乳和深沟事业线更是非常吸睛，整个人火辣指数破表，令大批网友惊呼连连。有趣的是，蔡雅刚还幽默发文写下：“偷拍到高龄35岁的比基尼网美，还都是附上眼睛冒出爱心的表情符号。”贴文一出，立刻兜了大批粉丝。有粉丝留言笑亏，他竟然敢说李贝高龄，是不是想被揍？还有人直呼李贝是18岁哦，不要乱造谣。另外还有人搞笑留言：“毫无求生欲可言，蔡雅刚回家可能要睡地板啦。”Bye.